晶晶，客户饿了，来点吃的。好嘞。琳达，秘制食物来喽。这啥啊，能吃吗？巧克力的香浓搭配上牛奶的丝滑，这才是泡面的正确吃法，试试。嗯，给客户拿过去吧。周总一直吃个不停啊，你要是能让他停下来把合同签了，给你加奖金。周总，你看什么时候方便咱们把合同，我们现在是上班时间。你今天要是有办法能让周总把合同签了，给你加工资，包在我身上。周总，你看这鸡，这是无穷蜂蜜鸡腿新口味，试一试吧。我最近正在减。周总，你看这个合同。周总，这鸡腿的烤香和蜂蜜香味融合在一起，好特别呀。周总，我觉得这合同肉质紧实，更有嚼劲，一看就是只好鸡啊。这骨头啊，必须要缩才更有味道。嗯，哦，那是我的。我吃完我就签合同了。哎，合同是公司的，就记得他自己打。我吃完就跟在减肥。你们吃苹果，怎么还削皮呀、啊？难道不知道苹果皮的营养价值是最高的吗？我吃水果。都是带皮吃、一起吃吧。哎呦我的妈！救救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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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是过期的味道啊，好，这维 C 含量比果肉都还高。吃皮啊，虽然是硬的，但是呢。领导，你稍等一下哈，这个很快就排好的。八姐，八姐，新春如花。周总想吃柴火饭，你弄那么一丁点呢？你让周总怎么吃？那我说我想吃麻婆豆腐，你是不是还得给我现？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啊，真香、啊！周总吃火锅要蘸麻酱，你这麻酱能吃啊？我说的是芝麻酱哈，你是不是还得现捣芝麻？嗯，这是芝麻？你也太没常识了吧！那这才是芝麻。八姐，八姐，新春如花。我让你给周总准备丸子，你给周总拿碗。你让周总怎么吃？我说我要喝珍珠奶茶，你是不是还得给我洗？这是珍珠啊？有没有点常识啊？这才是珍珠。八姐，八姐，新春如花。我跟你说，周总公司最近亏损不少，恐怕是要吃土，这是一个毕业季。哎，我跟你说，周总喜欢吃臭豆腐，是不是还得给我现？
啊。周总最近爱熬夜。你熬的这什么东西啊？熬夜。熬夜？哪个傻子会熬这种夜？这熬夜真香。你把周总的藕都吃了，周总吃什么呀？你是不是当周总傻，莲藕和萝卜分不出来啊？就像是失去神经，我感觉不到呼吸。周总，这火龙果的籽啊，是好东西，助消化的。哦，琳达，这个火龙果多籽儿。我说多籽西瓜甜，你是怕它给我整的？有籽的好弄，如果我说我要无籽的石榴，搞到给你加工资。这什么东西啊？这就是无籽石榴呀。石榴，我还是喜欢吃无籽的。这是周总冰棍，你吃周总吃什么呀？周总在减肥，吃甜食不好，味道差那么多，周总怎么可能吃不出来？如果我说周总喜欢吃烧烤，你是不是还得给我限？你当周总瞎呀？看不出这是零食啊？还有吗？周总南方人吃不了辣。周总再来点果冻解解辣吧。哎，周总你慢点，别吃撑了啊。这是周总的椰子，你吃周总吃什么呀？你就想蒙混过关，你是不是当周总傻子？周总啊，我还给你准备了点玻璃，人生态农家走地中。你当周总没点常识啊？这都分辨不了。这下有肉吃了。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我是万万不敢相信的。